来欢迎啊、哦，我们的台湾乡主席林邓泽林先生。我们省商啊，真的有很多的教育的成果啊，不管在外面的升学也好，就业也好，那在省商的大家庭里面，也都给予多少人才。那在中央来讲，我们每次帮我们保护我们的税，我们的货币呢，不要贬值的一个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先生就是我们的学长。另外，以前我们审计部的审计长呢，苏振明先生也是我们的学长。那在第58届的省主席啊，林光华先生呢，很热心服务，他也是我们的学长。所以我现在是第22任的省主席。所以一个学校在台湾省出两个省主席，你说是不是很光荣吗？是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来的时候以前我看到一个资料说，我们有一个同学肖小龙同学呢，因为他非常的认真，而且考上省理工，那非常的好的一个小孩子啊，也上进努力，所以底下我们要公开给他表扬肯定。另外呢，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多校友非常。像我们校友会的会长，校友会的李建士，大家都关心我们的同学的升学，所以我们知道谢林志董事长各位也跟一下，他的太太呢就是陈淑珍女士，是我们新竹商场的校友，所以每年都提出100万给我们学生的奖励，所以这点呢就是我们校友的精神。另外我们甘庆南先生也是我们校友，也是对我们学校非常的支持鼓励。所以我今天主要讲的题目就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。今天呢，省商出来以后，我们出来工作就是一种服务，所以大家可以了解说，哎，今天我来讲，那这个人是什么人？那我在在2月7号的时候，在年代电视播出来的袋子，我相信各位先看一看，哎，都给我们知道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回到自己的母校，我以母校为荣。现在唱校歌的话，我不知道各位还唱得出来吗？但是我还记得，还是唱得出来，不知道对不对？我先来两句好不好？红山苍苍，茫茫茫茫，歌声壮丽几时了？青山青山，你是放起来。最基本的
权利啊能够成长。热烈的掌声，再一次的来谢谢曾主席给我们这一席啊，这个努力的可以演讲，谢谢。